呢？好，其实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201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发生了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还有呢，食安的危机等等的，那么在这个复兴航空这一次的事件，好，不过呢，这一次的2011的烟火秀就特别以爱情台湾系列为名，好，希望在新的一年，这个羊年呢，台湾人都能够幸福快乐的过一整年。当然，2010的烟火秀呢，也是大家众所期待的。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呢是。好，